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？是不是饿了？饿不饿？渴不渴？我给你打点水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打点水。不喝水啊？是不是要大小便啊？我给你拿尿壶啊。你之前不喝水就是因为这个吧？庄长，我听说您也是退伍军人，我也是军人，那你应该知道，军人在战场上是不分男女的。现在我们火神山就是战场，这里只有战士，不分男女。来，